窗口局。 枪不知道啊，我在看，小刀我在看，漂亮，雷达给你藏，我一大，雷达藏的吗？好好好，架铁皮枪，看着呀，小刀跟我说一声，我架铁皮枪，小刀没人看了呀，兄弟。 算了，小刀打了90，打个90。哎，大应该有了，哎，大过点了。我天，我是真服了，你这给我放过来打我了。不是你 A 大残这个点吗，兄弟？慢点。你也是个人才，兄弟，真的。加一把。妈的，人才真的。 A 大他妈蹲在大坑里，我以为他在右手进点或者台上呢。这队友那个中路的也是个人才，真的。我都说了让他来帮我了，小道我能看，中路我也能带。他去小道跳点的话，小道上来我要开枪他杀人。不会玩，知道吧？不会玩的队友不会玩。 这队友真不会玩，实话。不是，我以为他藏在那个二台上，你知道吧？藏在二台上可以的，但他藏在那个厕所下没有用的，你懂吗？我操，缅北李赛哥。石头跳。他家有。 你眼下一个，30，30，30，退阴眼下，退阴眼下，一血，你眼下打30，你眼下打30，你眼下打30，灭了，你眼下最后一个，你眼下还在，打30，就在你眼下，就在你眼下，确定，漂亮，牛皮。 真的，这个点特别好，不会被狙。石头跳。五八没有。啊，炸了36！哎，拐狙还在。小八有啊，哎。中路出99。蓝莓。